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2011积分赛的第五站，最后一站，在牛肥，从歪歪这边起跑，前面刹车，歪歪趁机想从中间穿过去，被夹击，前面李默和小鹿也撞了一下，歪歪被撞击，歪歪打转了，我们倒回去看看到底是谁撞的，哦，应该是洞洞。第一下洞洞撞的，前面也撞，在偏回来的时候再撞第二下，歪歪又彻底爆炸了。我们往前一点看，这个是小鹿的视角。好，他被尼莫敲倒，偏出赛道。其实这边还好，所以最爆炸的就是洞洞跟歪歪而已。沿路放烟雾啊，怎么了啦？哦，狂骑，往前看到底发生什么事。这是尼莫的视角，圣修在路边，哦，我转出去了，然后都是烟，没有看得很清楚。他肯定不行啊！啊，这最后一场，我的视角来看一下。今天的圣交骑路稍微慢了一点，我原本想钻出来，没有钻。哦，这边看你们个老是撞线，他们合体了，干干我。这是谁？烟雾，这是圣修，圣修放烟雾。前面危险，撞完我就不见了。我危险到一直稍微的超出赛道。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快死了。我撑上去，没有上路。跟着一路都啊！圣修回赛道。线。我旋转，跟上歪歪。歪歪从刚刚爆炸之后跟上来，跟到第七，然后从我旁边过。速度很快要追上炯炯了，一口气超过去，哦，碰撞，这是谁的错？倒回去看，啊，弯弯偏左，自己去撞的，所以这算是自爆吧？炯炯有没有受到影响呢？这样居然还瞧回来，哦，炯炯还在滑，炯炯滑比较远。哎，前面怎么又一阵烟雾嘞？来到了重播，哦，圣修自己滑出去的。啊，这边是我看到前面三串烟呐、啊，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壮观，也非常的令人害怕。还好这一次我通过了，没有人跑回来。好多黄旗。来到，现在是第三名，在两分左右的地方。尼莫的视角，尼莫跟上了第二名的翔哥。弯又很多，要超车很困难，尼莫自己撞到护栏，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又被拉开了。尼莫
还不算圆。这个弯明后明显的比较快，连出弯的胜负。下一个弯转弯就是大直线了，中间的大直线，这个弯非常的关键。我在这个弯通常都转的不是很好，然后就很容易在这一段被人家超过。这段真的是没有什么防守机会，就是一路跑。说它直线也不是完全的直线，前方稍微的吃到一点草。从内线没有办法，太远了，还要再慢一点。下一个弯说不定可以进攻了，怎么就这样过去了？想说下一个弯要进攻了，看来出弯的时候翔哥可能有打滑或什么的，才会有这样的失误。来到第六名三分到四分的时候，弯弯追到了我。对，就是刚刚说的那一段 ，YY 整个速度非常的快，差这么多，但我的车子是使用高下压力的配置，也是有影响的。我这场为了比较稳，所以我最后还是选了满满的下压力。现在我这边看，从后面看比较好看。被超过，但是还没有完全被甩掉。前面出现黄旗，一阵烟雾，看起来第四名有一点点小失误。不过左边的名次不是及时更新的，所以不是很准。第四名究竟是不是小鹿，我也不是很确定。我没有看到名字的话，我微微自撞，不过马上超了回来。注意力被带走的我，直接开太快滑出去，想要切回来切不回来，撞到墙壁。哦，是小鹿没有错，小鹿也旋转了。接下来我们就差不多都分开了，第一圈那样撞撞撞撞完之后，大家都相隔了一段的距离，接下来就是大家的自爆啊，第三圈，最后的自爆，第三圈五分的时候，小鹿回来的时候顶到歪歪，造成了一些受损。哇，这是谢老板在第三圈六分的时候压到路沿时打滑。谢老板打滑怎么不会撞车嘞？这是不太科学啊。这是小鹿的自爆，顺手没有被卷进去。这是第五圈，这是谢老板赶快的地方打滑旋转，又没有撞车。为什么有办法都不撞车呢？第五圈五分的地方，为什么突然
副轮的悬吊会坏掉。再来到第六圈，比赛快要结束了，顺手追到我，我现在是在第五名，顺手第六名，我要争夺第五名。是沿路半天，其实我以为我没有压到外面，比起上一次的 BMW M3 加零，这台在纽北有一种疯狂的感觉，因为它很硬，所以它走到什么跳动路面就是一直跳一直跳的，不是很乖的那种。会比较敢开，我摇来摇去的话会比较敢开，就什么下车点啊之类都会敢比较晚再下，没有像上次那样有很早下车的问题。在这条大直线的时候，基本上因为下压力的关系，所以我的速度会慢上不少，我最高速度才234，成熟了已经快要240了，我们距离越来越短越来越短，对，我就很紧张啦，还要被超过，还好撑到了转弯，一直撑到转弯，就是就算安全活下来吧。圣兄要没有了，圣兄应该会拼战，圣兄进 pit，歪歪出 pit， 我从歪歪旁边过，这是本次最精彩的惨状，几乎一圈歪歪猛攻，各种毛手毛脚，快上不少，他进了维修站两次，然后刚好跟在我后面，应该是因为有撞车的关系。最后一圈这样的状况下，争夺第四名，如果我能守住就有第四。最可怕的区域，果然还是因为下压力的关系，速度差非常多。我还好，我这一次有挡到，也是很惊险的挡下来。这一挡歪歪，速度变慢，就又拉开一点，必须要重追。口气拉近，我要贴住啦！紧紧守着内线，不让歪歪有机会。我在这边啊，就一直在数过一个弯，可以切一次线，过一个弯可以切一次线，不要犯规。非常的紧张，已经来到这个位置了，再过不久就是中间的直线，在那边最有可能是歪歪有机会下手的，
火锅杯差一点失控，一个连续的打方向盘把车子救回来。转方向盘的速度还真快哦，非常接近了，刚好被挡下，慢慢进入。就这个大直线还没到，我每次都会记错这边。下一个弯，下一个弯，如果歪歪出弯速度快很多的话，我就不行了。还没有跟到非常的紧，感觉速度差不多。可能会到红尾巴才会追上，哦，没有，很快就追上了。关门，我敲到了路沿，车子跳了一下，紧守内线。白白系统从外侧，没有货。守过中间这一条危险区段，这距离反而还开了一点。阵烟的刹车，刹得非常极限。哦，被跟上了，我们从外侧进攻，可惜没有办法达到换线的目的。接下来连续两个右弯，要是刚刚内线被占住的话，应该就超车成功了。站住的结果是距离再次被拉开，我又压到草丛，门开了，有机会，草丛不够啊，随时都有可能可以进攻啊，跟紧的话。以这个距离跑到大直线，我就晚了。内线开门，打回来，我万一进攻又失败。哦，有点抖，有点抖，不，滑出去，对，滑出去了，还被罚了十秒。这很严重，这很严重，完全失控旋转。虽然车子没有很大的受损，但是这么一来就丧失了能够争夺第四名的机会了。我这边其实是非常非常紧急的一个插到歪歪前面，我很害怕撞到的时候，可是拼一下，稍微冒个险。现在我们就从我的视角来看看歪歪有多可怕。感觉其实从后视镜看来距离比较近，刚刚从歪歪的视角看的时候，没有感觉沿途都这么近，但是从后视镜看的时候就觉得好近。但我还记得刚刚的直线速度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我这边的直线。
悲剧啊。对吧，上回讲一三零，对，一三零我都去了，我根本没有参加比赛，我就还会在这一段，好惨，一车都没买到。敲到我，可能就觉得要被超车了。还好没有啊。车进攻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攻击成功哎。感觉是很有希望的一个地方。不过其实他想要慢慢跟保持一个短短的距离跟走，到大直线我一定输。尾数差太多了。鞋歪歪的自爆，不错，我也超过你了。中线了吗？我要完赛。
花花就是在这边自爆的。来看，第一名的是姚婉，非常快的速度回到了终点前面，差一点还冲出去撞车。第一名，恭喜谢老板。最后我比较疑问的是这一段，是圣秋的起跑画面，圣秋是第二名起跑的。你好，被卷入后面纷争的圣秋。哎，这边打错打。这边倒还好，稍微有点冲出去而已。这个就冲出去很大，这边就是造成我会被攻击到的原因不。其实，在前面这边我都觉得看起来还算是，就是正常的状况。接下来的才更让我觉得奇怪。那也是超速嘛，冲出去了。这一次就是等蛮久的，等后面的锅。然后这里就奇怪了。原本应该是没有什么的，但是这里怎么会这样吃草呢？怎么会这样吃草呢？怎么会这样吃草呢？对啊，然后这边完全没有降档，就直接开出去，被罚了十秒，被撞墙。难道跟我一样在看留言吗？应该不是吧，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欢迎大家在下方留下自己的想法。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青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